心跳点可敲。 我不算那些先走一步的弟兄，我才算吧。为了这份情报，我已经牺牲了4名战友。如果他们还活着，只有进入迷云岭了。小鬼子，爷爷见到你是什么是中国刀法？咱俩合个伙吧。小虎，擦亮你的瞄准镜，瞄准他们，走啊！ 哈丁哥，这是我的护身符，我送给你，你一定要活着回来。等我回来呢？快点，小心！大战为了什么？为了保护同胞，为了保卫祖国。等会儿是军人，小虎是军人。